以手康使用方法为三种：对持、梳理、按置。一、双手对持法，一只手握持金属环，另一只手五指自然岔开，将指腹分置于按摩池的顶部，紧密接触后静置3到5分钟。二、头部按摩法。按摩池密实地接触头部皮肤，使用时像我们平时梳头一样，上下来回匀速梳理。梳理按摩头部频率，每分钟20到30次左右，每日2到3次，每次3到5分钟。三、心脏按摩法，将治疗尺紧密地贴在近心脏的皮肤上。四、腕部按置法，将按摩尺密实地置于另一只手腕部内关穴处，轻轻按置。五、面部护理，用以手康的间歇振动模式，由下而上缓慢地提拉面部。六、瘦身调理，用以手康置于需要瘦身部位，加上振动按摩，可促进脂肪燃烧，从而消耗多余脂肪，达到减肥的目的。腹部肥胖的患者可把以手康置于腹部，沿着肚脐逆时针向外打圈按摩，直到肚皮发热为止。